有名的筑基修士，在结丹修士的追杀下居然突破了。进入结丹期后还一路斩杀了所有追击之人，甚至逼得那位结丹中期修士用出了万魔百日诛杀令。把单子上的东西给我包起来。好嘞。前辈，当真能化解晚辈体内禁制？上来吧，我可以为你化解禁制，但你要告诉我，这禁制是谁给你布下的？